会抽吗？不是啊，哪次合作不抽的？问的什么问题？合作一定要抽啊！只是接下来这个合作更要抽。先不论它的强度，光它的 IP 抽爆，打得死吗？打不死，开一个技能。哎，让我打太痛。我们一时的消个三，四 combo。希望不要一起打死他们。哇，天降出事啦！被，好险，只有再走一只，漂亮。起技能，几个字啊？就不能讲啊？还几个字？只能说很大，这是我能透露出的最多消息了。大到吓死人。血转，好。一直吊观众胃口，不然明天我们就知道了。明天晚上七八点就知道了。能不能偷了奶大吗？里面的角色有一个是奶大的啊，可能不止一个。不过每部作品不是都有奶大的那个吗？奶大的角色吗？有雷姆？什么有雷姆？你明天说要去官方拍今天的愚人节影片吗？什么东西？今天愚人节还没到吧？这不是谁？对吧？这一月而已吗？你怎么那么急着过愚人节？刚刚我想的不是，张曼有奶大吗？你们对奶大的定义就这么广吗？可能在围观的世界里面，张美的奶是大的，这个很难讲。但没有啦，哪有？我刚刚不是想张美啊，误会，奶大。在那边闹，转出提示关你。好，雪莉，哇哦，不是雪莉啦，雪莉是日本动漫吗？不知火也蛮大的啊，可是不知火合作过啦。蜡笔小新，蜡笔小新不能讲啊。你要被张梅的粉丝挤爆，张梅有粉丝啊？不，哦，好，对不起。在这边向张梅的粉丝说抱歉，对不起，我对张梅感到十二万分的歉意。那不是我，可是那不是我讲的吗？那观众讲的，奇怪，为什么变成我道歉了？指定属性朱盾，这边其实可以开技能了吧？开这个，我想要先手转来试试看，或者是开庞贝，其实就。感觉就可以了哈，开一个庞贝，十九，这个多少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，这样就十五颗了，半面。对啊，我在数什么？十五颗，十五颗加四就是十九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我要消四颗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这过来。这样是不是就四颗？不对，这样才四颗。对，这样才四颗。好，应该带得走吧？是不是乌龙派出所？是是是是是，你说的都是。那我就不能爆了，我要讲什么？奇怪，拎弓都丢。等下他怎么坐下了？他不是应该可以开？为什么我杰洛比？感觉像是没技能啊，到底是怎样？这是杰洛有病啊！好，现在我们无鼠同级盾开这个，然后爱丽丝也可以开一下，感觉。他的木珠挺多的、啊，我开一个变身好了，可以炸掉那个木珠，引爆敌人的属性。好，没事，这样应该也可以过。真的准备 cos 吗？可以啊，哪次不 cos？ 我的也会坐下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杰洛怎么了？怎么那么矮？我的杰洛矮人家一截是怎样？是不是戳盗版的杰洛？这个杰洛还好吗？技能有 bug 有什么 bug？ 又有彩蛋了是吧？好，这个也是可以过啊、哦。
然后再来是点蓝盾加上山鼠，点蓝盾加山鼠啊，这边可以继续点蓝敌人，这个他可以点蓝哦，还有三鼠，那就不错。那如果说卡属性猪的话，你可以开那个爱丽丝，他给他直接跳起来，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啊啊，新猪骑手不能转，靠背，忘记了，每次都忘记这一个事情，但不碍事啊。这边用点蓝应该是屌打啊，所以啊。我们正式来到第五关，这边开个技能好了，想开个这个好了，哎，不对，要手消火，不能开那个。可是不开那个，火珠好少哎。其实可以撸出来，好，就这样。台湾云豹红，什么云豹？今天还好吧？我没有很云啊，今天。威猛先生卖肛门，什么东西？你们都在讲什么？完全不懂聊天室，是不是在开车？威猛先生，你们也要亵渎就对啊！威猛先生，到底是什么话题会聊到威猛先生啊？我现在满脸问号啊！有拍抖音吗？我没有拍，我没有用抖音欸，我连 IG 都没用了，我还要玩抖音，太忙了，没空玩了。真心觉得神魔玩家就是瞧不起其他手游，反正其他手游没保底，合作少，角色不够做坏，只能这样讲，就是每个人有喜欢的手游嘛，没必要比来比去。那、啊、你不喜欢不要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红过？什么东西？其他卡也会坐下，所以是卡片骗你吗？卡片都会骗人，真假的？这么猛吗？引爆敌方属性来引爆一下，好。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合作的，神魔，只是有一天都有可能合作吧，像你说不可能 合作的 JoJo， 其实你们知道吗？那 JoJo 也要出手游了、欸，对吧？有听到这个消息吗？所以其实你们说什么不可能的，感觉最后都有可能。哎、欸，他没有骷髅头、欸，哎，因为他只引爆一个光珠而已、欸。哎，这边如果说没有那种会死的话，就开杰洛，他这个变身可以挡死。我们还是开一下啊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无论他引爆多少光珠都可以直接把他打爆，所以别再说什么不肯跟谁合作了，都是有机会的。火影就不可能啊，说不定未来神魔之塔做到全世界很大的那种等级，说不定都有机会合作啊。希望啊，只能希望。什么电极盾？好，电极开一下，然后拼图再拼一下，应该就过了。看起来是这样，没错。然后我转个这个好了。好，直接打他。我不当人类啦，舅舅。都有机会，都有机会，慢慢来。好，解个拼图盾，他应该就暴毙。不是火影那，那是谁？反正明天就知道了嘛。太那么急，不能按住骑手哎、欸。因为爱丽丝会搞事情。不过这对无视燃烧哎、欸，操作球，杰洛操作球，整个接到球哎、欸，好恶心。跟 Hololive 合作有机会吧，至少我是跟神魔这样讲的。就是可以考虑最近很红的鲨鱼，或者是华生，毕竟跟华生合理也合情合理，
啊，跟华生合作也合情合理吧？什么之塔？动脑游戏，华生，动脑主播，这个合作感觉，很合理，对吧？合作起来了啦 ，Whole Life， 哎。合作绝对赚烂了啊！什么之塔 ，Hello Life， 而且大家还会喊真香。超人气跟最夯的天竺鼠没毛病，不是啊，天竺鼠一定不可能啊，因为他们谈合作都是半年以上的事情啊。啊，天竺鼠是最近才红的啊，他们没这么快可以谈啊，而且他们设计卡片都要时间，所以天竺鼠一定没可能。不过天竺鼠合作也是，我也是会嗑爆，太香了吧，天竺鼠。现在大人都看天竺鼠啊，什么之塔，想要拉拢一些大人客群，该跟天竺鼠合作了吧？天线宝宝合作什么东西？天线宝宝，好，阿北已经知道了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是跟谁合作了，但是不能讲，我们要给大家惊喜，所以至少我是不会讲的啊，其他人知道的人我就不知道啊，我这边我是绝对不会轻易爆雷的。会跟 H 曼合作吗？不行吧，那个审核不会过啊。神魔是15加游戏，不是18加游戏啊。除非他之后要变成18加吧，不然不可能跟那些会开车的作品合作吧。满足，跟谁当然不能讲啊，就是明天就知道，讲了还得了。好，这里整版暗珠，其实我们可以炸个板，看它这个可以引爆敌方的属性，炸一下，舒服，这样就升天了，各位。然后再来开一些技能，反正这技能全部都可以开掉，因为等一下会重置技能。再次冷冻警告，对啊，我不想被冷冻，不想再次被冷冻，所以大家别逼我了，明天一定跟你们讲，好吗？想知道的明天看直播，看官方直播。好，这个 光跟新珠同量组数就行了。能给个提示吗？很大，这是我唯一能给的提示。合作很大，感谢 FAT 的 FAT 港币15块斗内，谢谢你。这是我唯一能给的提示，很大哦。开这个。这个是手消六康，所以我再把它隔开一下应该就可以了，不过要考虑到它那个会撸出版面这件事情比较麻烦，这样就七康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什么很大，明天就知道是什么很大啦，明天看官方直播晚上7点一起嗨，7点 A 啊 PM， 谁会在早上7点直播？什么之塔没有这么早啊？7点直播，哪次7点直播啊？7点，早上7点，这要问吗？有你大吗？比我还大，很大啊。整版哦，可以开龙科，可以开龙科，不开龙科的话比较麻烦。感谢 BT 君的港币10块斗内，阿红不会爆雷，但明天官方会自爆，为什么？哦，明天官方那比较自爆啊，那叫宣布合作吧。感谢猫咪君的30块斗内支持阿红，请耐心等待，不要追问了，今天可是破冰的开始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真的不能再讲，再讲就是出事了。这个梁竹火烛应该回得回来，限量。
我们试试看。如果我减伤应该更好过啊。三万回的回来，有点抖哎、欸。我还是开个衣冠好了。开衣冠应该没什么毛病啊，接下来我就可以留火跟新珠下来，会比较好过一点点吧。哦，那个剩一回合哎、欸，艾迪斯剩一回合。接下来我们过十二点不能抽啊，不能抽一周入魂，明天十二点才行，对吧？大家误会啦，怎么那么多人觉得是今晚十二点可以抽？其实病毒那边可以碰，只要后面下一关不要再碰到病毒就行了。啊，总算你来了，爱丽丝，开个这个。加爱丽丝，注意啦，这样回血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还有减伤，爱丽丝真香。你讲大概多久以前的作品是新的啊？新的作品，大家一定听过，很大。可以剪 CD 了。王二王三附加效果消除，没差，我只要在这一关减伤就好了，问题不大。再来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技能挤掉了、欸，那个中毒挤掉了、欸，太扯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很大。就很大。这边就照我们刚刚直播开的一样，就是把这个敌方的属性给炸掉就行了。不过要四种属性。所以这边再剩下都开吧，多开技能伤害越高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直接转火珠多消一点。我想要火珠骑手哎、欸，好，叠珠都有叠到，应该没什么毛病，是不是要过啦、啊？杰洛其实蛮被做球到的、欸，很好过的，笑一下，怎么笑一下？我不是我哭吗？我不是你在笑吗？什么种族谁知道啊？合作过才知道是什么种族啊？就看官方闹出什么种族吧、啊。好猥亵的笑，你真猥亵。吉洛一次就过啊，舒服。笑三笑，叫我笑的也是你们，那说三笑三笑的也是你们，你们到底想怎样？我一个问号哎、欸。